你回头再去看，很奇怪啊，很奇妙，有没有？他又把你改回来了，所以你永远看不到他，你也没办法删掉他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其实哦，这时候呢就需要一种光碟，那种光碟哈，就是叫做 Windows PE，其实就是我上个礼拜有分享给你们那个叫 Ghost XP 有没有？Ghost XP 这个，Ghost XP 这个啊，就是10分钟以内就可以把 XP 把它还原的那个。那你比如说你把它放进去好了，或者是说把这个地方载入那个 Image 档，那 Image 档 Ghost XP。这个 image 档就是一个虚拟的光碟，好，把它重新启动，就跟我们重新开机一样，就跟我们已经放进这一片光碟一样，这一片光碟放进去，然后从光碟开机，那你就选那个有一个环境叫做 Windows PE 的选项，哦，开机之后有没有？因为我有设定是从这边，那你就选择哪一个？这个三有没有？WinPE，那什么叫 WinPE？WinPE 有点像是一个光碟的开机片，但是它是一个那个 Windows 的环境。方便的地方就是说呢，哈，它可以直接呢去杀掉你 C 碟里面的东西，它并不会从你 C 碟开机，不会从硬碟开机，而是从光碟开机。